在我爸面前把吸管吃掉，看看他的反应。好难吃啊。爸，过来一下。那走过来，走过来。你过来，这个药怎么那么苦的？也铺那个药是铺要铺颗两夜，跟你毛病干的呢。也铺几是更下。你那看我血管呢？血管是吧？你看吸不起来啊？这不是吸了劲啊？哦，给咱给血管好倒倒去啊？这不是倒啊？这是吸下来丢掉了？这冒出来钱呀？这送进去了？这是大米，拿出来看啊！我非吃，拿出来看嘛！你也是，你也我吃东西啦！你以为是饮料去？